历任的民选总统们，感谢你们把台湾价值一步一步传承下去。我的记者生涯横跨了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等四位总统的任期，接着要面临赖清德的新人新政。我和他们一起走过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历程，从李登辉推动民主改革，到陈水扁完成政党轮替，再到马英九的两岸交流，以及蔡英文力推改革，赖清德将带领台湾一步步走向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我恭逢其盛。我经历过新闻自由的考验，在威权时期我们噤若寒蝉，在民主化之后我们自由的发声。赖清德时代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小军超 Plus 520特别报道，我所认识的台湾总统们历任总统的台上台下，我有第一手秘辛，敬请准时收看。很高兴在卸任前再次见到斯格洛主席，同时也很欢迎各位加拿大的好朋友们来到台湾参加本次政府总统就职典礼，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台湾和加拿大的友好情谊。我相信透过这次斯格洛主席所带领的庆贺团，将让加拿大国会对台湾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双边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尤其台湾和加拿大同样坚守自由民主价值，面对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及经济领域的挑战，更应该团结一致，加强合作，为区域的和平稳定贡献心力。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斯格洛主席多次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延续双边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动能，持续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也要感谢加拿大政府在从2022年底发布印太战略以来，在美加元首峰会 G7 峰会等场域发布联合声明，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与决心。台湾作为加拿大在亚洲的第六大贸易国伙伴，在彼此产业结构高度互补的情况下，随着投资架构更加的完善，将会为双方的科技、工位、贸易等领域带来双赢，也有助于彼此拓展全球布局。另外，今年加拿大担任 CPTPP 轮值主席，我也期望在座的贵宾能持续发挥影响力，支持台湾的入会申请，共同强化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也为彼此开拓更丰富的商机。最后，祝福各位贵宾此次访问圆满顺利，未来我们继续为台加的情谊和繁荣一起来努力，谢谢。历任的民选总统们，感谢你们把台湾价值一步一步传承下去。我的记者生涯横跨了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等四位总统的任期，接着要面临赖清德的新人新政。我和他们一起走过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历程，从李登辉推动民主改革，到陈水扁完成政党轮替，再到马英九的两岸交流，以及蔡英文力推改革，赖清德将带领台湾一步步走向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我恭逢其盛。我经历过新闻自由的考验，在威权时期我们噤若寒蝉，在民主化之后我们自由的发声。赖清德时代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小军超 Plus 520特别报道，我所认识的台湾总统们历任总统的台上台下，我有第一手秘辛，敬请准时收看。快山访，快沐沐浴酣睡母亲节礼盒，让妈妈好好的休息。台湾原生快沐精油，净化空气，忘却疲惫。滴入快沐球，放置居家环境，保持香氛。快纯沐浴露、洗发露，打造沐浴后的一夜好眠。快沐香氛皂，天然保湿，呵护妈妈为家付出历经辛劳的双手，献上一份最好的礼物。